那是林美妍对安迪下药啊。啊，不过那是伊的背后无一个有权有势的人，让伊做靠山，伊要哪有可能有迄个胆？伊绝对不是幕后大人物，而是高艾伦上可能。不管伊是由爱生恨，还是讲伊要替世天金控伫盛发降级的位，这拢是伊的动机。啊，不过那是真正是艾伦副总，是安怎林美妍要甲伊塞落楼梯啊？哦，猜你平常时这么爱追剧，敢讲你唔知影宫斗剧内底跋倒的迄个，拢是家己跋倒，然后假可怜有赖给伊的对手。敢讲为着有赖林美妍，连塞落楼梯这件代志拢上演的？那真正是安尼？这人太恐怖了，是不是用演的？清醒早一抓便衣就知影。马德琳，包包。哦，真是好，去皮箱。是。妈，我穿今天白衫，是不是看起来规个气势白苍苍，啊，看起来真可怜？艾伦，你刚真正要安尼做，那是有甚物事较吵？你爸爸这届哦，绝对袂原谅你的。妈，咱已经无回头路啊，这是咱最后机会。为着咱的处境哦，无可能变即马搁较歹啊。你稍等，就好好配合我，我绝对袂失败。嘛是正着有人爆料，讲今仔日高家甲周家有大代志要发生，才来知影。对啊，我咧约吼，应该是最近两家联姻的风波的关系。太亮，帅哥阿花公主，敢是这间？摸唔着，开门。珍妮，你怎个回来啊？艾伦，恭喜呢！看起来你已经完全好完，会当出院啊！安尼我就唔免对你手下留情，会当火力全开向你讨公道啊！你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珍妮，艾伦这摆身体这么虚，你要创啥？马德琳，阿姨来，你先坐。站伤久的有萝卜腿，你后边的就是小白兔的哦。坐哈。你是安怎要对安迪下药啊？让伊昏迷？不是我，是林美妍。刘永义的人已经证明我的清白了。歹势，我敢若相信阮周家的人，阮小弟讲是你，就绝对是你。珍妮，安迪伫个刘永义拍我，伊甲你嘛伫个现场啊，你毋是有亲目睭看到？对哦。就是迄摆，你真正就搞演戏。啊，不过后来我想想诶，我感觉足奇怪。迄当阵，安迪连讲话拢无气力啦，要哪有气力伤害你？无唔对，迄摆我嘛伫咧。安迪副总讲有人伤害伊，讲到一半你就走入来，佮讲安迪副总对你使用暴力。你点去啦？坐伫小小下骹手人。嘛，家己在遐肥哦，珍妮，只着恁酒家，连酒都要去我查某囝。艾伦，妈妈真正吼替你足唔值嘞，坐哩好好穿件小姐，过去酒家吼，安尼互人糟蹋。妈，你莫艰苦，我属珍妮哦。应该只是一时误会，伊有讲过伊会支持我，因为伊讲我甲伊感情都足共的。对不，珍妮？我想，这个爸应该永远拢袂好啊。啊，不过我袂怪安迪，是我家己无甲伊照顾好。我们家要害伊，
让你美颜害着，这是我应该受到的惩罚。珍妮，我是你的弟夫啊，我嘛是酒家的人。你不是讲过，你敢来相信酒家的人所讲的话？你别卡着我，你这嘛是病毒，咱还保持社交距离。是啊，副总，你还较注意。珍妮，咱这嘛一个爱团结，咱要来对付的是林美妍、陈小春、陈子维。伊即马咧等机会，伊要报仇。我叫你放手，你这个恶毒的查某！珍妮，你是不是搁想要用对付安迪的黑招啊？放手！珍妮，拜托你放手啦！珍妮，相信我好不好？你放手！珍妮啊！艾伦，你干嘛做？我的巴肚，我的巴肚就疼。你真正巴肚疼啊！说真你，你想要拍我查某囝？我哪有拍你的查某囝？是伊家己跋倒，搁直接搬去。高艾伦，你安尼自残自伤、自虐自摔，这几家有几摆？你到底什么时阵才会自重啊？好啊，哎，这拢是误会，你卖搁去吧，好不好？副总，有记者，你卖这样拍啦。记者来了对我好，会当做见证。吓怕高艾伦的精明无，替安迪出一口气。周珍妮，就算讲你对艾伦有任何不满，伊的伤还袂好呢，你就走来病房，搁拍搁骂，世界上哪有亲像你安尼这个恶毒大狗啊？妈，你袂怪珍妮，是我家己拄啊无细心，我家无好势，不是伊杀我。你拢听到啊吼？艾伦心灵是伊家己跋倒的，恁即马是咧创啥？你唔相信我哦？等下等下，哪会有记者？谁叫恁来的？谁叫恁来啊？高艾伦，这嘛是你计划的一部分，你要设计我对无？你莫生气，我真正不知道啥做记者会来遮，我连你今日会来陪伴我拢唔知啊。搁再讲，这种见笑代，我哪有可能希望记者知影？你莫搁假啊！你就是讲你心口就心言哦，真正足感慨，无怪做安迪，让你害到这么凄惨。是安迪拍艾伦呢。你莫颠倒是非哦！郭小姐，外界传闻你结婚了后，你红晒周安迪家暴，这件代志敢是真的？当然不是。那今日恁大哥周正义为什么会对你动手？我无。郭小姐，酒家正正连续对你动手，你敢有考虑要提告？阮酒家无任何一个人伤害高艾伦，你都是跟人恶白讲的，我还告你。正义副总，听讲伊公司就定来破案跟家庭，这件代志敢是真的？出去！向尊你来诽谤，出去！这样不是杀集团啊，我有新闻自由。你出去！出去！出去！天哪！你爸这里什么情形？在办公室女性，你的媳妇和你好在家暴，这件代志你有什么看法？我跟 Andy 没对艾伦动手，你现在是有这种错误的消息。我知你今日来的目的，不过我拜托你，你别给我挂出去酒家好不好？现在是演到倒位哈，你哪会小看就袂起来？我知安迪是狗囝，我即摆受伤，我讲你阿爸拢无法度生啊。不过伊即摆伊好像也发达着，我伫个变心嘛，想办法生一个囡仔。妈，我拜托你，你还了当年酒家好不好？拜托你。高艾伦，你愈讲愈离谱。你卡定你下落去的时阵，无甲头壳摔歹哦。来，恁大家听看卖哈，
周珍妮哦，有了行为了，伊阁对我查某囝言语暴力啊！阿敏达，代志变到安尼哦，无我凶手是你呢，你阁敢提遐讲话哦？就因为艾伦不是你亲生的，你就该动手一个给你，替伊安排这什么婚书哈？可以伫个酒家安尼，互人糟蹋，互人去负心。上姐啊，我对阿曼达，我来。你这个查某真正足奇怪呢。你拢甲人离婚遐尔久啊，搁一日假嘛，伫咧插恁钱啊厝内底个代志。你遐阿曼达无甲艾伦的婚书安排好势，你叫你查某囝甲人伫离婚啊？不过你要看清楚哦，即马跪伫咧涂骹无爱离婚的人是啥？是恁查某囝呢？你是不是应该吼先甲伊劝好清醒，还是讲吼甲伊告婚去，搁到你领导啦？阿姨，赞！林少啊，这无你讲话的份，我爱讲唔讲吼，嘛轮袂着你管。妈，所以你跟爸会逼我跟安迪离婚着无？艾伦，这件代志我会尊重安迪的决定。奶奶，我即摆就去叫安迪。艾伦，安迪，你做医生的。艾伦，对啦，我知影有当阵啊记者吼，为着要吸引读者，迄标题哦拢会夸大其词。啊，不过即个这个新闻嘛，伤过咸嘛吧？国讲大嫂是啥物冷面毒妇，放艾伦跪伫个涂骹拢无爱插伊，啊，事实都唔是安尼啊。因根本都不是在写新闻，是在编故事啦。用别的台人哦，拢唔免负责任的。而且，因唔是在问问题，根本就是在塞啦。无证无据就讲阮欺负高艾伦，到底是倒一类目睭看到阮在欺负伊，真正有够超过。哦，你嘛是无证无据就讲是艾伦对安迪很油啊，所以记者讲你欺负艾伦，这嘛无唔对啊。你。姐，我已经请媒体把新闻提掉啊，这个代志应该袂阁拖开啊。辛苦你，阿曼达，多谢。郭总裁，真多谢你，好佳哉有你的认命。我是为着我的查某囝，而且我已经拜托院长来做我查某囝的主治医生，希望能赶紧把我查某囝的病医好。安尼对艾伦啊，佮安迪来讲，嘛袂承受遮尼大压力。啊，毋过到即马是想无，是安怎记者会常常出现伫病院？对啊，而且总理来病房的时间，佮算甲准准准。恁安尼看我佮艾伦创啥？艾伦才拄啊新婚，有可能可能离婚呢？这关夏明珠的代志哦。来传出去，对我爱人有什么好处啊？再爱问恁啊，阮要哪会知影？搁再讲啊，我爱人吼是四天进贡的陈明秋将呢，伊予人伤害，大姨哦，记者来采访关心，这嘛成正常啊。啊，不过恁哥哥伊予人足低调的，应该是袂甲爱人受伤的代志放出去。那安尼，迄个人应该是。已经不是郭家的人做的。孙丽芳，你在暗示啥物？有话哦，直接讲啊，唔要等我说噶。哎哎哎！哦，你千万唔通生气哦。你若生气哦，就是对号入座。唔那是你，你已经不是郭家的人，而且记者阁是你找来的。林少啊，你真正足狗的，嘛真啥代志呢？现场哦，上无资格讲话的人哦，就是你啦，阿曼达，你要交朋友哦，目睭变较紧的啦，小过度一下好无？好啊，点去啊？但是到这款地步啊，阮国家甲酒家的面子啊，嘛差不多拢消了了。所以酒党诶，你的看法？你敢真正想要甲阮艾伦一脚踢走？郭总裁，我真心认为，为着安迪甲艾伦的幸福。应该马上离